回来啦。这里为什么会有一条死鱼？这不是我干的，妈妈。难道是七宝？妈妈，你忘了，七宝已经死了。可我总觉得七宝好像还没有离开我们。没错，我确实还没有离开。小园子，这是我最后一次给你挑鱼刺了，唉，真是让人放心不下。咦，妈妈，是你给我挑的鱼刺吗？我没有啊。奇怪，那到底是谁呀？这可能是我最后一次送主人礼物了。这里为什么会有一条死鱼？妈妈，我真的好想哥哥，我甚至还没来得及跟他好好告个别。也许七宝已经用自己的方式跟我们告过别了。其实我还有一件事情想要告诉你们，如果有下辈子，我还想继续当你们的家人。